4月17日，张东京和模特 Jennifer Man 出席某宣传活动。你好呀，我系咪啊？咦，好衬喎，大家都好多间啊。Are you ready? Yeah. OK， 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动！好呀，好呀，中国人红起来！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活动现场，杰尼可与香港火炬手比试踩单车，穿着高跟鞋的杰尼可当然不是对手，只踩了一会儿就已经没有了力气。剑击系关难，好，继续。方绳，好，继续。跳远，好。咩话？体操 ，good， 继续。上周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他家，郑中基坦言能够入围已经很开心，而且对手太强，没有得奖也不会失望。不过郑中基认为没有夺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不很可惜，因为一年之内那么多部电影，然后自己有在提名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鼓励，而且这个成绩单也不错，我觉得，所以不会说很失落。那之后再做好一点，比较难过的是帮不到导演的，帮不到这个电影，那个是我自己比较遗憾。一件黑色运动装的郑中基，为了备战10月份在台湾的演唱会，现在就已经开始跑步来加紧锻炼身体。谈起奥运项目，郑中基竟然喜欢的是较冷门的项目，而温温弱弱的他最爱的却是重量型的激烈运动拳击比赛。我自己很喜欢看比较冷门，举重啊，然后打拳啊，那些我都比较重量型的比较喜欢看，因为有一次是我看打拳就很快，40几秒就把对手击倒了，那所以就那次那个时候开始啊，觉得这蛮刺激的这个项目。